前的努力，自己也当上了一名经理，也算不辜负自己的付出啊。进。老高，姐来看你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这拿了什么？这是？这咱家放的菜，还有一个火鸡蛋，还有这鸡，给你补补身子。我说你怎么上来的？那下面的保安都不拦着吗？我给他们说，我说这德刚是我弟弟，这他们就让我进来了。德刚，你这挺气派的。是啊。你远一点，这臭不公公啊！你穿个像样的衣服来也行啊！你不怕公司的人笑话？你嫌丢人？让我跟野狐大哥啊！德哥，对不起啊，这姐也不知道，姐穿成这样给你丢人了。德哥，这你别生气，今天中午回去，姐给你做好吃的。能做什么好吃的？不就点窝窝头和几个土鸡蛋吗？谁愿意吃啊？你快回去吧！这个脏兮兮的，我看见我就恶心。德刚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姐呢？这从小咱爸妈走得早，我出去打几份工，我把你拉扯长大，我供你读书，让你上大学，我出去当农民工，给人家刷盘子，我还给人家当服务员。这我每天下班回来，我还要去照顾你。德刚，这姐从小把你拉扯长大，你现在就这么对姐吗？我要你照顾了吗？这父母走得早，我一个男人，我一个男子汉，我自己有能力，你自己非要偏照顾。就你那样，一个月就给他几百块钱，谁稀罕？现在过来巴结我，想得美！德刚，那几百块钱都是姐的血汗钱呀！我现在巴结你，那个时候我拉扯你长大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呢？这每年家里面有好多东西，姐哪次不是先拿给你的？这里面都是姐亲自种的菜，这母鸡下的鸡蛋，姐都不舍得吃一个，就给拿过来了。就是一个土老嘛，你都没进过大城市，你感受过什么？就看那些谁稀罕吃啊！我现在看见这，我吃了我就反胃。你也不知道谈谈他们，你可是个女人啊，天天穿成这样子，拿了个破麻袋。干嘛？你拾荒去了？身为一个女人，一点羞耻心都没有，快滚吧！别让那公司的人看见，也别说我是你弟啊，我嫌丢人。德刚，原来那些姐姐给你丢人了。你小时候，姐穿着什么样，你也没嫌弃过姐呀。现在你说这话，你不觉得你对得起，你对得起父母吗？你对得起我吗？我从小把你拉扯长大，我容易吗？我一天出去打几份工呀？你现在就这样嫌弃我？结婚结婚是为了谁呀？不是为了拉扯你长大吗？你现在说我是姐是从农村来的，那你是从农村长大的呀？这里面都是从小吃到大的，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现在看见这些东西都恶心？你怎么着？你上了几年大学，进了几年城，你就嫌弃姐是农村人了是吗？夏德，今天跟你说那么多，别说那么多，你快点走啊！破破巴巴的，别出去说了啊！我真不是你弟啊！别在这乱喊乱叫的。让人家看见以为干什么了呢？行，以后我就当没你这个地。行，你快走吧。我早就没你这种钱了，快走吧，快滚。行，姐走。快来滚吧。我们这吵吵闹闹的，在外面都
听到了，你干嘛呢？董事长，你看这个女人。快把你送医院！哎，刘总，行，那个合同呀，咱们就这么说好了。哎，合作愉快。来了来了，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今天回来的路上出车祸了，把腿给压了。怎么会出车祸呢？
我今天骑电动车不小心摔了，电动车压到腿了。你这怎么这么不小心呀？出个门，以后呀可得当心点儿。这腿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就行。哎，你今天来找姐是有什么事吗？姐，我跟你说呀，今天我压到腿的时候，路人们都不帮助我，一个农民工大哥过来了。小刚，放下放下。顾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昨天因为什么请假呀？顾总，昨天有点事儿，耽搁了。抱歉，顾总，这个我下一次我肯定加班补过来。可以啊你，啊，背着我偷偷做好人好事去了，这回来也不给工头说一下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昨天董事长给我打电话了，你救的那个人呢？这董事长他妹妹，没想到吧？这董事长专门给我打个电话，让我好好感谢一下你。哥，那个女孩是怎么了？她妹妹？对，你知道？这董事长专门打个电话，给你一个奖励。要什么奖励啊？这里边有3000块钱，这是董事长发下来的，你不要我回去不好交代呀。你拿着吧。那谢谢董事长了。这种好人好事的品格啊，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。这个奖励也是你应得的。你既然做了好人好事，我们就应该表扬你，就应该给予你奖励。好好干，以后啊，多做好人好事，多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。人嘛，有一种好的品格总是好的。加油吧！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顾总说的对，放心吧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努力的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回去买点肉吃，补补。谢谢龚总。